我原本打算，不管奶奶同不同意，我都要和你在一起。可是现在，对不起。 浑身都淋透了，你怎么站在这里不进来啊？跟我进来，走啊，快进来！属下沿殿下的吩咐，带涂山少主去见王姬了。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对。 天色已晚，殿下歇息吧。风雨交加，客人都还未走，我如何能够安心的歇息？这个青丘公子也真是，与我什么要紧事儿啊？三更半夜的，突然硬闯陈荣山，满山风雨，肯定不会是好事。我本来应该高兴，可是一想到小夭，心里却很难受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奶奶病了。 这些年为了等我回来，一直在透支灵力支撑身体，如今灵力耗尽，寿命也只剩下几个月。爷爷走得早，爹也走得早，奶奶为了涂山氏，耗尽心血，没顾上一天舒心的日子。 奶奶让我3日后接任涂山氏族长，我没办法拒绝。我明白。我原本打算，不管奶奶同不同意。 我都要和你在一起，可是现在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。小夭，又让你失望了。如果你真的狠心抛下一切，连对你恩深情重的奶奶也不顾，即便是因为我。 那也不是我喜欢的景了。对不起，心里挣不开的枷锁，其实是你心里的柔软，而恰恰是这份柔软，让我喜欢你。